其实真的很感动，因为，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有没有唱到你们那个心里面想要听的那一首歌。有，有吗？有。什么？不是这样太烂了，我听不到。没有没有，我这个台词我六年前好像讲过，但是我觉得他很厉害，你知道吗 ？CD 很久远，一张永流传。所以如果没有唱到你心里的那首歌的话，你还是可以回去听一下 CD 的，好吗？好，我们接下来真的要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而且这首歌你们真的要跟我合唱，不然我会觉得好孤单哦。你们猜得到是什么歌吗？果然猜不到。不是，你们知道 ending 一定要有一个很温馨的、很感谢的一个结尾，所以是。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